Go!
路加福音第二章八到十五节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人，夜间躺着耕织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”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上帝说：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：“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，这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”